第五十三班后位小朋友，欢迎第五十八号小朋友上台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十八号，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太最怪，我是太最怪，我最爱是无影，太最怪太出奇，虫虫喵喵的山马狗，太最怪向面前一跳。拄到一只强势一模的条位，太最怪讲：“喂，我是太最怪，我最爱是无影，你爱是哪个？”强势一模的条位，啪一声，把可以的尖尖的嘴讲。太最怪又拄到一只毛茸茸的鸡架鼻屎露出，太最怪讲：“喂，我是太最怪，我最爱是无影，你爱是哪个？”架鼻屎的露出，复习痛啊痛，痛啊痛的讲：“我最爱是脆脆的重音。”老鼠鼠的狗子，他就怪懂得的走无影的时间，看到一只六色的太鹅，他就怪讲：“喂，我是太最怪，我最爱是无影，你爱是哪个？”六色的太鹅，伸出去。啪啪尖尖的牙齿说：“我最爱是密西东河，东乡东河是个太最怪。”太最怪一躺，阿妹哎，他不敢再个做位呢，他吞一口口水，哈皮夹的嘴水，老夹的嘴水，他都塞塞。一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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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都无方法告诉他太最怪说：“哦，要到位摸摸给太最怪滚蛋滚蛋，他哭到太恶没注意的时间就傻傻对着太里头扑通跳一夹夹走，两个故事是个读到五小的时间会用头脑想方法解决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希望大家按自己长乐哟。谢谢老师，你非常好，谢谢老师。